上帅气狂霸轰天地火焰冰雪雷暴计谋墨白西商安利王子小学师生现状。我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胖，我在脱贫和脱单中选择了脱发，我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我在吃饭和吃苦中选择了痴呆，我在返家和返校中选择了返祖。